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小测试，测试一下鲁班七号二技能啊，无敌沙水炮，一炮能不能打中两个目标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二技能的介绍。鲁班向紫金方向发射火箭炮，命中英雄后造成物理伤害，并附带目标已损之生命10%法术伤害啊，使得下一次普攻升级为扫射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姜子牙引到了剑靶韩信这儿啊。如果我们的二技能打中韩信，那将显示我们的二技能的杀伤值。如果我们二技能打中姜子牙，姜子牙将会掉血。大家看到姜子牙是一个满血的状态啊。啊，如果两者都显示，说明两个目标都被命中了啊。如果只有一个显示，那只有一个目标会命中。那看一下啊。大家看到韩信显示了他的掉血量啊，显示了我们二技能的杀伤值，而姜子牙本来是一个满血的状态啊，姜子牙本来是一个满血的状态，但是他掉血了，说明鲁班这一炮啊能够命中多个目标。鲁班二技能啊，无敌沙水炮啊，可以命中多个目标啊。那今天的测试就到这儿，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，谢谢大家。